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我是林怡婷。今天的主题是溪首神农街文化再造，南台科大与台南文协。观众朋友看标题一定很好奇，台南的文青圣地神农街怎么会跟南台科技大学与台南文化协会产生关联呢？你知道现在搭乘大台南公车77与88号都可以抵达台南的神农街吗？今年6月，日本型男设计生活杂志 Paint 取景神农老街底的药王庙，再次把这条台南老街品牌打亮。神农街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呢？还是有谁在这条街的背后默默耕耘，维持它的历久弥新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神农街文化再造的幕后推手，南台科技大学萧百芳副教授。萧副教授好。怡婷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台科技大学萧百芳，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个节目，以及台南市文化协会郑彩琴执行长。郑执行长好。怡婷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文化协会郑彩琴，很荣幸今天能上节目。是，那是不是可以请萧副教授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神农街的历史？好，神农街就称北市街。那我们看这一张图，如果观众朋友从海岸路走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立牌，它写的北市街。那为什么会叫北市街呢？其实它跟它位于五条港流域是有关系的。那到底什么是五条港流域？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呢，这个是赤坎文化，这个是安平古堡，是以前在清朝这边都是台江内海。但是赤坎这边逐渐的有沙洲入府，那我们商人为了要方便运送，所以在这个沙洲开始逐一逐一的挖出五条港道，这个就是五条港的由来。那我们神农街刚好就是在中央港道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就知道神农街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甚至呢这个交商的总部也是设在神农街一号。还有啊，所以呢，这个五条港其实这边是府城的位置啊，大家看着这个位置就知道，五条港的经济贸易控制了整个府城，相对的府城是一个开台的城市，然后它也控制了整个台湾的经济贸易，所以它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在清末的时候，这边的五条港就逐渐淤积。那淤积之后，它失去了航运功能，所以它就逐渐在民国初年陆陆续续的没落，然后变成下水道了。那但是呢，我们看这一张图好了，神农街其实依然保存着清朝还有日治时期的很漂亮的房子，然后这些功劳应该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台南文协他们去申请，然后一个历史在历史街区的再造计划，所以把神农街变成这样，然后它就变得比较美丽。好，然后至于我们为什么会来到神农街这个问题，是最主要是在106年的时候，教育部就做一个推动计划，然后他希望他的计划叫做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简称叫 USR 计划。那这个计划它最主要是希望大学不要变成象牙塔，一直躲在学校里面研究学术，他应该要走出来，对，关怀社区，然后希望社区的文化啦、产业的发展，然后由他来带动，然后进而让他繁荣跟创生，那然后这样就可以实现大学的社会责任。那我们学校通识中心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之下，然后在我们就选了103年，我们就开始去进驻了这个五条港区。然后我们的规划是我们从中央的这个神农街去做蹲点，于是我们就开始跟我们台南市文化协会去做合作。对，然后透过我们南台科大的师生的进驻，希望带给神农老街的文化保存啊，或是人文素养，或是艺术的推动，然后都有一股新的活力。是，那刚刚教授跟我们介绍了五条港的历史，还有神农街的保存与文化再造。那教授好像有准备一段影片，是有关于五条港文化会馆主要做了哪些活动。那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影片。我们就是两个人一组吼，然后我们就是要玩一个员外丫鬟来说书的游戏。他就是一个人是丫鬟，一个人是员外，然后就是放在
在纸上面这样子。哦，你会很乱啊！我更加带不了吗？停！好哦，然后接下来哦，要让大家脑力激荡的来了，你们要为你们这张画面说一个故事。那表示，因为我选选绿色嘛，所以这就表示绿色的线就表示我一塌糊涂的人生。黄色的是以前快乐的回忆结束。那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店，它就是卖一个传统的东西，仙草啊，以仙草类为主，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饮料。后来他小孩没卖，然后就没有人卖了、啊，然后他就坐在那边，然后有人问说，哎，为什么要坐在那边？真的有人去问他说，哎，那个北啊，为什么你要坐在这边？没卖仙草呢，他就亲自告诉客人说他没做，真的，这是真的。他没卖已经是快10年的事情了，十年坐在那里，每一天都坐在那边，真的不夸张，他真的每天坐在那边。也许对他来说是一个回忆啊。他在那边40-50年的，我们真的要找的是神农街1号，好，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这里是神农街1号，不是哦，神农街1号在那里哦，所以要让大家知道神农街1号在哪里。哦，你看，还没有喝完就讲说一半，对呀、啊，什么呀？很大，就在这里而已哦，真的，就在这里而已，这里而已哦，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石碑？小心啊，没有，姓许的石碑吗？不是。哇，那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会馆其实举办非常多的活动，那是不是可以请肖副教授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内容和它的目的？各位观众，刚刚在镜头里面看到的第一个活动是我们的手作活动，那第二个活动是我们的讲座活动，第三个活动是我们跟吴波宇艺术教室合作的街区游戏。那除了这些活动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办了很多展览，像这个展览叫做小景儿说神农街故事展，主要是我们针对5条港还有6栋很特殊的神农街老屋，然后开发出8个 QR code 码，那就是像这样子的位置的地方。那我们希望游客来的时候，透过扫码，他就可以看到小景儿来替大家讲故事，认识神农街跟5条港。那大家应该很好奇，为什么是小景儿呢？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商社的同学，然后去神农街做田调的时候，发现每户人家的中庭都有一个景。对，所以他说为什么不要让景自己来说话呢？所以他就被拟人化了。然后至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神农街口，然后有这样子一个艺术墙面。那大家应该都知道，海岸路曾经有很漂亮的街道美术馆。那曾经我们的神农街口是这样子一幅叫做《铁花开了》的艺术造景。那后来我们市府，大家现在去神农，大家去海岸路可以看到，所有的艺术造景都移到中轴带了，那两侧就逐渐凋零。那我们团队觉得这样好可惜哦，所以呢就找了《铁花开了》的艺术家廖小树老师，然后来带我们产设系的同学，然后一起创作这一片墙面。然后我们又很担心，在这样一个3墙的墙面，然后这么多的吉祥语汇大家看不懂，所以我们又开发了那个 AR 的扩增实境，透过扫码，其实它就会告诉你说，这里有喜鹊，然后这里有葫芦，然后这是一头狮子，好，然后这是我们第二个开发的东西。那第三个呢，就刚刚大家看到的吴波宇小朋友的那个街头啊，就是街区游戏，这是我们会馆非常夯的一个活动。那其实你们只要透过脸书就可以去报名。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发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是因为游客来反映，他们来神农街只有拍照就跑了。嗯，那真的不知道神农街到底有什么。那学生们就透过设计闯关活动，希望大家在游跟玩之间，那就可以认识到神农街。所以这个画面就是。那吴波宇小朋友很开心的，然后透过玩跟游的中间，然后去认识了神农街。然后最后一个是，就是延续刚刚主持人说的PEN杂志，然后他在6月的时候把神农街底的药龙面变成封面。那还不止这样，然后最近其实神农街有点夯，然后国际媒体也常常来报他，譬如说这个节目是一个泰国旅游节目，然后呢他在7月底
播出，然后来介绍盛东街。所以我们未来希望说，透过跟台南市文化协会合作，他们有一些 DM 跟地图，我们想要开发多国语言的 DM 跟地图，让这些外国游客来不是走马看花，根本看不懂，那透过这些 DM 跟文宣就可以认识到我们盛东街。是，那我们知道会馆举办活动，其实还兼具了刚副教授有提到用 AR，然后再去重新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艺术品，甚至还走出了国际。那是不是可以请郑执行长来跟我们聊聊文化协会在盛东街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的，我们文化协会呢，在1999年进到盛东街现在这一个驻点哦。那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协助我们老街居民做这个街道的整修，然后做房屋、老屋的整建，比如说有做立面、做房屋加强，然后做屋顶的漏水处理。所以呢，大家如现在进到盛东街啊，感觉到就老街有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其实就是以前做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还有协助古迹的整修，然后还有其他文创的导览等等。那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也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在地的观光发展。所以呢，大家对盛东街很有印象的盛东街花灯展，就是我们从2011年开始，一连五年就在那边做这个展览。那个时候呢，短短的从除夕到元宵期间，就吸引了超过就是万人来到盛东街，那一举让盛东街成为就是府城行春期间大家必游的景点。那我们与南台的合作呢，其实就是在老师他们在2013年之后开始的这些探索府城的课程，那就让我们协会来做这些导览解说。那同时呢，我们也一起就是老师有开发这种桌游，然后开发街区游戏，开发老街的文创商品，还有店家访谈、拍影片等等。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学生有很多的创意跟想象，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那把我们就一起来设计这些这样子。是，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文化协会跟南台科技大学会合作，是因为有学生可以进到老街，那他们不仅可以学习，还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想法与创新的文创。好，那现在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后，两位会继续跟我们分享未来在盛东街的蓝图与规划。哎，你知道吗？我这次在诊所就医，本来以为我还要去申请以前医院的检验检查记录，有够麻烦。没想到诊所的医师透过健保卡就可以看到我最近的就医资料，连我上个月在医院的检验报告也都有。哎，是啊，以前在诊所看病还要回医院申请以前的检验报告，换医院看病连 X 光片都要重新照一次，真是花时间花钱，而且重复扎针照片子都可能会伤身体啊。健保署为了方便民众就医以及提升医疗服务品质，民众跨院所就医时，可请医师利用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查询过去的检验检查，包括抽血、电脑断层摄影 CT、 核磁共振造影 NRI、 胃镜、大肠镜、超音波、 X 光等影像资料，以及检查报告、用药、手术及出院病历摘要，方便省时又省钱，协助医师更快正确诊断。查询民众医疗记录需要有民众的健保卡、医师或药师的医事人员卡与医疗院所的医事机构卡，三卡确认缺一不可，民众的医疗资讯安全有把关。在三卡认证后，医师就能快速调出最近的就医记录，为民众做出更加精准的诊断治疗。真好，那以后到诊所就医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医疗记录云端化对民众还有什么好处呢？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当然好处多多。一、安全，减少重复抽血检查、重复用药之医疗风险，减少多次照射 X 光之辐射剂量，减少多次胃镜、大肠镜检查造成的身体不适。二、省钱，节省跨院就医时申请病历摘要及影像光碟烧录等费用。医疗记录上云端，省时省钱又安全。民众就医时可以提醒医师多多利用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查询。请尊重医师专业诊断，医师一定会提供最优质的医疗照护哦。想了解更多，请至健保署网站或咨询专线0800-030-598。
每个人都会有不舒服的时候，生病时请先找家庭医师。如病人需要转诊，家庭医师会协助安排到适当医院。治疗后，如果病情稳定，可以回到原来或适当院所进行后续追踪与治疗。分级医疗让诊所医院分工合作，民众照护更完善。家庭医师照顾您，诊所医院一样好。推动分级医疗，落实双向转诊。想更了解自己的健康大小事吗？去过哪些医院？看过哪些病？做过什么检查？吃过什么药？哪些药会过敏？只要登入健康存折，通通查得到。还有就医提醒、疾病评估、记录血压、血糖等服务，透过自我健康管理，储蓄健康能量。中央健康保险署关心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台南市文化协会的郑道聪创会会长在文化的保存、文化底蕴及创意美学上有很多的坚持。那刚刚执行长有提到啊，就是神农街的老屋装修，因为其实神农街的老屋有很多都是百年历史的嘛。那在这装修的过程中，怎么将这些郑会长的这些理念与坚持保留在里面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说？是，就是我们在整修神农街的房子的时候啊，会发现特别五条港地区，特别是我们街道上面呢，有很多百年的木造建筑。以我们店神农街79号为例好了，那个房屋的全幢上面就是明前五年的老房子，所以呢，当我们在整修的时候，就尽量希望能够以就是修复古迹的方式来修复。那像我们在前年整修的时候，拆开天花板的时候，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横梁，那那些横梁是为了要撑起二楼楼板的重量。那大家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二楼会很重？那就要说到，就是以前呢，唐山的货物运过来台湾的时候，都是走大船，那一直到安平外海的四草湖才换成手撑的小船，一路就运送到我们五条港区。也就是说，那些货物呢，是运送到我们店后门打开来就是一条街道，也就是北市港。所以呢，那些货物从街道从港道运上来之后，就在我们房屋的后洞，就是我们的仓库放置。那前面呢，就是我们的店铺。所以呢，在我们单排就是单数号的这一排，每一间老屋都是后面是仓库，中间有一个天井，然后前面是两层楼的店铺。那我们在整修的时候，就希望说能够保留老房子的样式，那能够让大家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以前的建筑的构造这样子。是。那刚刚啊，肖副教授有提到的 USR 计划，那因为肖副教授好像就是这个计划的计划主持人，那对于南台科技大学的学生参与神农街再造来说，他们有没有从这个计划中去学到了些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些什么，有了什么成就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可以。那我们南台科大透过 USR 的计划，然后我们利用了正规课程，所谓正规课程就是一般的课程，然后引导同学进到五条港跟神农街去关怀，然后去发现问题。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为了神农街量身定做了一种叫做自主专题学习课程。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总共开发出来12门课程。譬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小景儿说故事的那个 QR code 嘛，就是从这样子的课程出来的同学，然后为神农街去设计 QR code 嘛。然后在这12门当中，我们最夯最夯的课程应该就是我们今年猪年的神农街元宵花灯彩绘自主课程。那然后呢，我们这个元宵彩绘自主课程是非常特别的哦，那是要同学跟住户一起去讨论，然后讨论完之后，然后为住户他们的住家量身定做了花灯。所以呢，我们神农街的花灯非常特别。那在今年台南市特别推荐的五大走村，然后必看的花灯，我们可是有上榜的啊。然后现在已经到年末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招募鼠年的元宵花灯彩绘课程的同学，那很欢迎观众朋友，在明年的我们灯展期间，到我们神农街来看一看，然后来赏灯，我们还可以猜灯谜。那说到未来呢，我们其实最想做一件事，就是让神农街的国际能见度再增强。除此之外，我们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我们现在神农街其实大家认识的只有在这段海路跟这段康和街 这中间而已，其实神农街并不止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往西可以拓展到街底的药王庙，对，往东可以拓展到街头的那个水仙宫，然后这是我们将来的目标。然后再来，我们在明年我们已经邀请我们学校的多乐系的师生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由他们要导入新的科技，比如说是多媒体的 ARVR 这些东西。我们最想要看到的是神农街的文化透过科技的导入，让民众很轻易的体验，然后认识到这里很珍贵的文化，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携手来保护这里的在地文化。是，那刚刚肖副教授有提到啊，就是学生进到神农街去蹲点去做填调，那再加上刚刚又提到，就是希望注入 AR 跟 VR 的这些新科技进入这个神农街的再造文化，那在这中间势必跟住户或者是跟周边的居民是要有很多的沟通，那在这沟通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地方？哦，关于这一些沟通的方面呢，其实我应该要推到狗年花灯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跟执行长开始第一次要做，应该是说他们在，我记得是在2015年他们就没有做了，当然中间有非常多的事情。那在我们去就狗年那一年，然后因为执行长的爸爸就是郑道聪会长的鼓励之下，我们就开始尝试。好，那么就是由同学做先锋去跟住户沟通，但是那一次我们这样沟通下来，其实只有11户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然后但是呢，那11户打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仗。所以在去应该是说今年的猪年，就是有11户我们已经增加到38户，然后其中因为同学寒假已经回家了，我真的是找不到同学可以进来帮忙住，所以呢后来的有一些住户他说不然我自己去买灯来挂，所以今年总共有45户。那因为在今年的猪年打的漂亮的一战，所以我们目前问起来明年鼠年应该会有到街底50几户，所以期待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赏花灯。是因为本来从原本的11户，可能因为在春节期间有太多的游客涌入神农街了，所以导致现在已经最新的鼠年将会有50几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成长。那最后是不是请郑执行长跟我们聊聊啊，神农街在经营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神农街它的历史悠久了嘛，但它好像也是在这近几年才渐渐活络起来，观光客会比较常来的地方，那是经营上的困难或者是遇到的困境是怎么样去解决的，或者是在这当中是有遇到什么样的怎样的转变，转捩点是什么？是，其实呢神农街在清末的时候直到现在一直都有染布的布坊，然后做小布做的布工坊等等，所以当时我们协会在2011年的时候，希望在神农街能够推动这个观光推动产业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恢复这个布文化的传统。那我们就协会从我们自己做起，那我们就设了这个布工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边。那也蛮有趣的是，在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整条街上已经超过了6间是在卖相关都是布产品的。那我必须要说啊，其实神农街是一个位在我们台南市的历史核心区，那它是一个开放型的都市社区，那什么人大家都可以加入，都可以进来这边入住，来这边开店，成为我们的伙伴。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透过由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自己来邀请他们来演讲，然后邀请他们来就是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然后让大家对神农街有一些共同的想象，然后希望说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的未来的发展是要我们一起去努力推动的。那其实呢我们也认为说，像现在神农街遇到了一些观光上的问题，但是因为其实神农街它是具有很多特别的文化背景可以让我们去做推广，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现在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注意到在这边有许多观光上面的交通秩序啊，或者是大家停车啊，或是噪音啊等等，这其实是我们店家跟我们邻居们可以一起努力的。
方向这样子。是，那刚刚有提到，因为肖副教授有提到是未来希望可以向下延伸到药王庙，然后往前延伸到水仙宫，那在这方面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在因为这两侧其实还是住户比较多，水仙宫这边就是商家，然后 后半段就是住户，是不是有什么样一个蓝图跟一个想象？肖副教授如果是药王庙那一段，现在虽然是住户比较多，但是他要透过同学去采访，然后我们想要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景点，然后或许先把他的 QR 码先做出来，然后第二步才有可能再导入 AR 或 VR， 让大家想象以前在这里走路啊，或是在贩卖药中药啊，然后的情景。因为最主要街底为什么会有药王庙，主要是那个北市港。它以前是运送中药的，对，所以呢，想必后面应该有许多中药的故事。那我们想说，就从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另外呢，如果到水仙宫的话，那水仙宫因为以前是码头，那因为有很多码头功能，然后它可能聚集了非常多的小贩，然后或者是商家，所以最后就变成菜市场。那我们其实走在那个水仙宫菜市场，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老店。是值得发掘的，它不只有在卖东西，其实它背后有非常故事，对，非常多的故事。那这一端其实等着我们去开发。是。那最后正直行长是不是还有点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就是神农街街区其实有一些活动，那是不是有什么活动是比较著名的，或者是固定都会有的一些街区的活动？是，其实神农街呢，因为这个地方有非常多传统的民俗节庆，像是固定，比如说在春节期间，我们除了就办元宵花灯，然后还有赛水仙花的水仙花展。那这水仙花展其实从清末一直都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传统，然后我们一直到七月的时候，然后这边会有台南人做16岁的传统。那当然到夏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连串就是跟街坊邻居一起共同策划的针对夏季欢迎游客来玩的活动。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啊一直很希望，刚刚肖老师提到说，那神农街因为是神农街，然后有药王庙，我们在今年呢很希望能够以中药为题材，然后设计一些不同的活动，甚至我们还有跟一些百年药行有一些合作这样子。那也很期待说在明年的花灯期间欢迎大家来玩。是，刚刚正直行长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水仙花赛水仙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是因为呢，就是水仙花呢是以前啊在五条港这个地区，在过年期间大家会买水仙花头，然后呢又运用雕刻刀去雕刻水仙。在以前哦，它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职业。那水仙花，如果你去雕刻它，它会顺着你的雕刻长出12生肖，长出龙凤的造型，这个都是要特别技术。我们协会呢，就是有去专门成团去漳州那边去学习水仙花雕刻师，取得证照。所以明年呢，就是我们在明年的一月，然后到春节到元宵期间，一直都会有这个展览。所以这个展览是会在神农街上有一个晒水仙花的展览。我们在街上的邻居都会提供这个水仙花。那实际的做成展览的部分是在延平郡王祠。那在神农街上面是有贩售，然后有送给邻居，让大家可以观看。那当然那时候像我们从水仙花展，我们其实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是持续的。对，希望说大家到神农街来，可以看到这个已经维持了200年以上的传统民俗这样子。是，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更了解台南最具代表性的神农街，原来背后有这么多人的努力才能有它现在美丽的样貌。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在农历新年的时候要到我们神农街去看花灯还有水仙花。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